现在过板调左右轨道。不需要夹很紧，对吧？你留个一毫米就好了。哦，一边一毫米，就前后移动，它是有一毫米的空间嘛。太窄了，它肯定会那个紧嘛。嗯。那太宽了，太松了，它会掉嘛。什么时候更新那个设备？那个自动调那个宽距的设备？这台不更啊。装置。你这台你没要求啊？哦，你们现在有是不是？如果那台是客户要求的定制的。哦。对，你们要求是我们才做的。对，我说你后面不会升级吗？啊，那个没有。就是做出什么样就什么样嘛，你是在后期再升级那就麻烦了。 OK， 对吧？你在国内也好，你去国外那是他们客户自己升咯。嗯，对，那就工作台一条宽。好，照一下，就这个点跟这个点，对吧？就两个点哈。三个点吧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吧。这个也是吗？对，这个也打了。那刚才看的是可以的，这个可以。嗯。几点到来啊？然后我们调这个的时候，把那个 I O 里面，把那个挡板调的英文的吧。这里改英文，工程师参数里面，这里英文嘛，在这里。嗯。保存 OK， 是英文版了。嗯。我们进到 I O 里面，把那个 PCB 锁扣打开，挡板。两边再调一点点间隙，就是让它这样子活动0.5到1毫米。嗯，这边也是，就是要有点活动就行。零点五太小了，它也不行，太宽了它容易掉嘛。